欣赏肖邦富有波兰民族风情特色的艺术歌曲，题为《其中的别样韵味》。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大家都知道，肖邦是19世纪上半叶伟大的钢琴家、作曲家，一生当中呢共创作了200多部音乐作品，其中钢琴作品是他卓越的创作领域，而且被后人誉为钢琴之母。 但是除了钢琴作品之外，他还有一个创作领域——艺术歌曲，并不太被大家所熟知。虽然艺术歌曲在他的一生当中创作的数量不多，录音作品也极为罕见，但肖邦写的每一首歌都透露出诚挚而深厚的感情，它也从多个侧面折射出肖邦音乐的优美和壮丽。 尽管多年来呢被不熟悉波兰语的歌手和受众所熟知的钢琴节奏的表演所忽视，肖邦的声乐作品却得到了适度的复兴。这些歌曲分成两个类别：浪漫和历史。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手中的这个歌单，我们并没有按照国际通行的版本。 按照年代顺序所编排，而是采用了丰塔纳的编排顺序及歌曲被发现的出版顺序所编排的。首先，您将欣赏到的是《愿望》《春天》《悲伤的河流》与《喜宴》四首歌曲。《愿望》是肖邦在1830年在华沙创作的歌曲，民族风格非常的鲜明。李斯特后来将这支美丽的歌谣改编成一首钢琴曲。 音乐流淌出更为动人的甜美和微笑。春天，喜宴让人沉浸在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当中，从中可以听出波兰民间舞曲的音调和节奏，以及对爱情的美好憧憬，清新而质朴。在这些歌曲当中，最为的兴高采烈。而悲伤的河流是1831年，他离开华沙，启程前往法国巴黎，在途经维也纳逗留期间所创作的。 便开始出现了某种忧郁的情调和色彩。接下来呢，我们就将舞台交给声乐傅介彤，钢琴李天如，掌声有请。
Wie Schakra prerat.
后就喜欢上了修女学校的一个女孩，女孩的爸爸总为肖邦设法与自己的女儿幽会而生气，肖邦的父亲同样也为肖邦善于与女孩搭讪的举动而大伤脑筋。这段恋情在后来肖邦的生活当中逐渐模糊，但从未被忘记。虽然不能肯定这首歌就是为当年的那个女孩所写，但她稚嫩青涩的忧愁总能勾勒出少年肖邦纯真的身影。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纯洁，这些歌才更显得楚楚动人。还有《少女的心》《英俊少年》在内的歌曲，全都是节奏轻盈，曲调明朗，展示出青春少女对爱情的向往，拥抱着美好生活的热情。接下来请欣赏《少女的心》《不想见到你》《信使》和《英俊少年》四首歌曲，掌声有请。Thank you.
一个沉痛的一个波兰的一个历史时期，1847年的秋天，肖邦创作了他的最后一首歌曲《旋律》。在他创作的19首歌曲当中，这是内涵最为深刻，也是最悲哀、最沉痛的一首。在这首歌中，作曲家晚年孤独、黯然的心境得到了深刻的表现。这位客居异乡且重病缠身、对祖国波兰的自由独立持万念俱灰的作曲家。 已经是意识到自己永远不能回到故乡见到亲人了。18世纪末，波兰遭到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次野蛮瓜分，而19世纪初，
又遭到了俄国第四次入侵，十分之九的领土遭到了俄国的吞并。舒曼曾这样描述肖邦的处境，他是个波兰人，这个民族正在穿着丧服。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感受肖邦的心痛，请欣赏旋律《士兵爱与双折》。再次有请傅介彤和钢伴李天如，掌声有请。Thank you.
肖邦的艺术歌曲，不得不说的就是肖邦的情感经历。初恋时，肖邦充满了对爱情的憧憬，他对恋人康斯坦奇亚牵肠挂肚的思念，他那患得患失的甜蜜与痛苦令人唏嘘感叹。但不久后，肖邦离开波兰，这段感情便无疾而终。虽然他也为此伤感过，但并没有伤害太深。1835年，在德国与波兰贵族少女德金斯卡邂逅并相恋，但由于双方家庭的门第之见，肖邦的求婚被拒绝。肖邦经历了失恋后的痛苦。1838年，他与法国女作家乔治桑之间的一段恋情，给肖邦再次带来刻骨铭心的痛苦。二人因互相欣赏对方的艺术才华，互相寻求一种新的平静幸福的生活，而走到了一起。在8年的同居中，曾有过许多美好的时光，但由于二人之间社会、政治意识、人生处事态度，甚至情感道德观念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而导致破裂，给肖邦以致命的打击，使他从此陷入难以自拔的忧伤和孤寂当中，造成了这位多愁善感、体弱多病的艺术家健康情况每况愈下，最终病入膏肓，2年后凄然离世。接下来呢，请欣赏《我亲爱的我无所求》《戒指》《未婚夫》《立陶宛歌谣》，一起感受肖邦的爱情故事。掌声有请。Моя пешка, как ты.
Thank you.
就即将进入到了尾声阶段，肖邦就是肖邦，他是一名优秀的波兰民族作曲家，他灵活地掌握了波兰民族民间音乐的音调、性格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强烈的波兰民族风格和丰富的个人独创性特征，贯穿了肖邦声乐作品的始终。他的音乐既与波兰民间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却又是经过他内心精心加工和艺术升华过的音乐作品。肖邦的创作生涯分为两个时期：1817年到1830年的华沙时期和1831年到1849年的巴黎时期。其中华沙时期歌曲创作中，能够看到当时欧洲沙龙风格和波兰贵族气息以及波兰民族风格。 还能体会到作品清新明快，又难掩饰其华丽交融。甚至肖邦在作品中还融入了民间舞蹈的特殊题材，加入了风俗生活的情致意境，使得作品更加的生动感人。也是1831年的秋天。
华沙起义失败，肖邦来到巴黎，肖邦内心和精神上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内心的悲痛使其思想走向成熟，是其风格转变的分水岭。在这之后呢，他所创作的作品思想性更加深刻，情感呢也更为真挚，创作风格越来越成熟。最后您将欣赏到的是《落叶飘零》《爱的魔咒》《杜姆卡》，我们一起继续聆听歌曲中岁月的荏苒和时光的变迁。掌声有请傅介同和李天如最后为我们带来肖邦的艺术歌曲，掌声有请。Thank you.
家能够在今天是厦门最冷的一天，能够来到厦门大学的艺术厅聆听傅介童的肖邦艺术歌曲专场音乐会。再次的感谢大家，谢谢你们。那我相信今天傅介童一定有很多话想对大家说。首先很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听这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应该算是我整个在从进入大学到现在研二准备时间最长的一场音乐会，足足有一个学期。因为波兰语我不熟悉，然后一切都得从头学，19首歌一点一点的在这里磨，一点点的把它们磨下来。然后今天确实是状态不佳，因为感冒咳嗽，然后所以就是只能，但是日子也定了，就只能我们就硬着头皮就也得唱下来。所以确实很感谢大家能够来，也很感谢我的钢伴天如，还有我今天的主持人李一凡，也感谢大家的到来，也谢谢我的老师张亚文老师对我的耐心的指导，一点一点的指导我怎么来讲述音乐，怎么来讲述故事，怎么把艺术歌曲唱出它里面深层的含义。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次的谢谢傅介童。其实我觉得大家今天应该能注意到一个细节哈，就是在我在给大家读这个导赏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这边啊咳嗽一声一声，我就想着哦，我那读的再慢一点，那就他就有多再多一些时间去休息，所以今天这场音乐会可能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你们。祝大家晚安。现在可以有同学啊还有老师可以上台跟傅介童。Vishakra prerasi, mrojisoi vatsvani, utritavrasi, kje